南横是台湾许多人心目中最美的高山公路，也是台湾三条横贯公路中最长的一条，沿线景致也最原始自然。第一次走南横公路，您一定曾被沿线美丽的布农族部落及单纯热情的布农族朋友所感动。部落朴拙的图腾及小布农深邃的眼睛，让人仿佛来到画外之境的桃花源。不管您是参加南横践行队或是短暂停留，救国团的山庄是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回忆。沿途迂回的山路及峡谷，参天的古木在飘渺如仙境般的快谷，让人忘了身心的烦忧。尤其来到海拔2722公尺的南横最高点崖口，山势豁然开朗，终日云烟缭绕，是过去台湾赏日出及云海最热门的触手之一。在大关山隧道前广场东望太平洋，只要天气晴朗，绿岛仍清晰可见。面对壮阔的向阳大崩壁，我们不能不敬畏造化的奇妙；目睹山腰蜿蜒的公路，我们不能不感念开路先锋们胼手之足的奉献。如果运气好，瞬息万变的云海就在脚下翻腾，构成一幅幅让人无法忘怀的绝美佳作。难怪许多南横山林爱好者不畏山势险峻，一再地投入他的怀抱。原来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心里就已烙下了无法抹去的南横印记。南横公路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关山越岭道，1968年7月动工，1972年10月31日通车，历时4年4个月，大部分路段都是新辟道路，设计标准比照中部横贯公路施作，均采用传统人力方式修筑开辟，因工程艰巨，共计有116位工程人员罹难。天池设置有长青池，以供后世悼念这些殉职的开路先锋。迄当阵工程队跟管线队在开啊。哦，哎，阵迄阵咧开路，迄有危险。迄阵啊。有咯，逐工嘛有。阮家上大的记录就是他们9个1对吧，剩下一个，伊炸药。防火的时候，还未防完，唔知嘛，还无着防火震动了后，有诶较慢落来，啊人着挖去啊，挖去着落来啊，无法度啊，啊着爱挖，有诶尸体拢排位吊桥遮落来。有一次崩山，把集训队几十个人哦，都被他刷下去，一定是前一天哦有开炸，炸松了。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太大意了。第二天去上空，整个一个山哦，哗下来，那个集训队队员哦，整个都被他打得稀烂的，有的人受伤，有的打到河底下去。那时候南横在60年哦，他才通到我们桃园而已嘛。之前我们都是用走路了，哦，背着包包啊，或者说背着他们在山上要吃的、住的啊，甚至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农民被石头打到死伤，也是原住民哦，徒步的背着下来。我小5、6年级，我知道到寒假、暑假我们都会去。背这些东西，1公斤1块，我都背20公斤就
很厉害了。回到新埔的时候，我就到新埔，新埔开头啊要起来吃，我分队提一单，啊，就爱搬起一站。我先生去外口买货，我今仔日出去，啊，就去大理社，大，迄当阵啊，海端伫个理社拢专门做这条路的，啊，就天就再去，就去管子按补货。海端较嚣张嘛，较无货好卖嘛，啊，就请人拍。海端叫车叫到新武，在新武就开始，新武国小操场那边就分配，我有多少东西，你要背工。你就在那边排队，哦，啊，算里程，到底一公斤偌济，安尼排。听候这条路通通嘛是直直放放，啊，搁石头啊路，搁无电。民国66年才有电啦。哇，迄阵的步道甲即马敢有无啥共？本来是我遐阿尾啊，迄条路切掉吼，迄条路切掉的是啊，无好行，才改安尼直接啊。59年。我的儿子2岁，背着从那个从下马那边开始走上来，到这边吃的也没有，也没有电灯，什么都没有。你看要吃东西要走路一天去买呢，好可怜呢。刚刚来的时候到那个路口上面卖冬瓜茶，卖发糕。后来我那个要生我女儿以后就回来这边整理店面，做杂货店。啊，请那个原住民去背，去关山背那个杂货，啊，1公斤20块给他们背，啊，背上来吼，慢慢这样开杂货店，啊，他们也方便，我也方便啊，对不对？啊，所以进前你讲底啊卖冬瓜茶遐呢，迄种敢无生意？啊，卖迄个贵咯呀，那个也他们原住民背工嘛，背那个农工处的东西呀，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小队啊。他们那个农工处住在那边啊，他们要背他们的米菜啊，新武海端还有雾鹿下马的力道的原住民都去帮他们背啊，哈、哦、啊，到这边中午没有东西吃嘛，没有便当，就买一个发糕5块，一个冬瓜茶5块，10块钱他们就饱了。然后我一大早5、6点就背上去了，然后我下午3点多就卖完了，就背回来又开始做发糕啊。南横公路西起台南的御景，在南跨的宝光圣堂有南横玉山起点纪念碑，终点则位于台东县海端乡和关山镇德高里的交界处。为了保障游客进入山区的安全及保护原住民部落，游客进入南横公路曾经需要事先办理移种的入山证，等到了另一端的检查哨再注销登记。1993年才废止了山地管制，山地才成为开放区。88风灾前，公路沿线就有所谓的南横八景，由东往西分别是天龙吊桥、雾鹿峡谷、力道部落、摩天、向阳、崖口、快谷、天池，都是灾前重要的景点。南横八景中，以崖口最为热门，不管是从东段或西段进入，大家目标一致，大概都是以2722公尺的崖口为目标。加上台湾最易亲近的百岳之一的关山岭山登山口就在广场旁，因此假日人潮汹涌，特别是元旦迎曙光和春节的过年，沿途一定塞车塞到爆，不过大家还是乐此不疲。除了特别的假日外，每当崖口下雪，大家呼朋引伴，在这亚热带的台东高雄边境堆雪人、打雪仗，尽情的玩雪。东洞口因为向阳，所以较少结冰，而西洞口因为背阳，结冰的几率很高，若非四轮传动的车子，很容易打滑。这里是南横公路最常看得到铲雪车的地方，而在洞洞口卖藕链的笋汤的活动小货车，
也趁此机会大捞一笔。他们也成为了游客怀念崖口的特殊景致之一。那每天都是你生意就好了。爸爸以前每天都有一部车子卖蚵仁的，卖笋汤、猪血汤什么东西，在那边卖很久哦。嘿，他一直都是跟我们都相处得很好，我每次上去都有啊。来啊，吃一碗热的啦，都是冷天的时候，他卖得越好。所以以前那个时候过往的游客很多啊，你到崖口去，去赏景的，去游玩的游客很多，所以他每天在那里坐，他一上去就坐，大概坐一个礼拜，他晚上就睡在车子上面，白天又把它烧起来，又开始坐。一般人总以为只有崖口东洞口才可以看到变幻莫测的云海，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东洞口广场视野开阔，群山一览无遗，加上东段上升气流容易生成，所带的水汽到崖口凝结成云，因此常会有云海。其实除了崖口的云海外，2500多公尺的向阳也常有云海，也是著名的赏云海热点。家住桃园区复兴乡的向阳保全洪庆顺就提到了他对崖口云海的观察。差不多三月中旬左右了，三月中旬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冬春的交替，上面是冷的嘛，它会把那个云有没有压低，所以它整个云就好像波浪这样子飘飘飘，在好像海一样在飘，但是它上不来，因为上面是冷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漂亮，然后它慢慢跟着太阳这样子往上升，往上升，你就从崖口往太平洋那边方向去飘。崖口西段受地形限制，上升气流生成较不容易，因此看到云海的机会就较少。但是当西洞口一形成云海，有伫立山顶的老树做前景，宛如一幅画，和东段千篇一律的云海相比，更多的典雅与细致。目睹此云海，让人有人在画中的诗情画意。除了西洞口的云海，运气好的话，在120K 到 125K 之间也有目睹云海的机会。如果崖口的云海是大海，120K 的云海就是小巧的湖泊，虽然没有翻腾汹涌的大格局，但是有梅花和桃花做前景，更见生意盎然，让人有身处桃花源的感觉，也难怪这里命名为桃源，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八八前，宝来甲仙的游客如织，公路运量繁重，特别是宝来和不老温泉两个温泉区，平时泡汤的游客就多，是南部许多机关团体办活动的首选。除了泡汤，位于宝来桥旁的老龙溪泛舟中心更是人声鼎沸，全盛时期游客量甚至不输花莲的秀姑峦溪，而周边的青航机和七蛋厂也趁机分了一杯羹，生意一样兴隆，可以说是南横西段的鼎盛时期。因为那时候宝来很多温泉饭店嘛，宝来还有那个不老温泉啊，那时候很多温泉饭店，所以那时候很多游览车进来。那时候光是进来这条路线，刚刚讲的旗山、美浓、六龟、宝来、甲仙，进来这条路线的，不管从台南还是从高雄，进来一天差不多最少100-200台游览车。就是以前人潮畅通的时候，甲仙这边的人潮其实白天晚上都有人。
而且白天的时候人是不少，因为从台东关山那边过来的人大概下午都会到达甲仙这个地方。那这边早上要进去南横的，是早上从甲仙这边进去，那晚上呢又有那个登山的。哦，登山他们通常都是晚上进去，那过一夜早一大早就开始登山，这样一东一西的这样来往其实也会带动我们这边的那个产品的那个销售会比较好。那个游览车早期假日一天有一百台，嚯、啊哦！那时候南横足了了，足了了。卖臭豆有够好，那个鸡汤吼，一天也卖偌济，你知影无？惊死人嘞！迄鸡肉拢煮袂糊嘞。臭豆腐嘛煮袂糊呢，啊，咪煮第二遍就好啊。人客讲好啊，好啊。一百台是为西部过来、还是？一个要过去，一个要过来啊。啊，那游览车司机都停下来，司机也到这边也饿了，他也要吃一碗臭豆腐，一碗鸡汤，一盘臭豆腐啊。啊，就一个人要100块消费啊。啊，一台你看消费就是几千块呢。还没有八八水灾前哈，只要节日哈。我们这条路要跨过去，没有办法跨呢。他有时候塞车塞3个小时啊！你看那个游客，啊，我们农作物啊，不管是那么多一天哈、卖出去哈、还不够呢。连我们的房子，一般的房子，游客都要住呢，因为游客中心满了之后，他们会往这边。啊，我们这边好的地方是在桃园区里面，民宿有，餐厅也有，所以我们这边住的、吃的都没有问题。98年莫拉克台风来袭，南横西段的小林村惨遭灭村，震惊了全世界。直升机进来之后，把人载出来，才知道整个村被灭掉。你怎么会知道说一个线路山海拔大概是1600-1700公尺的线路山会做大面积的坍塌，然后不到几十秒的时间，整个村落就不见了，房子被推倒了，被淹没了，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水坝，这个水坝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溃堤，所以那时候的人跟房子都被冲走。那我们后续找到的一些肢体哈，都是在下游，都在下游找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冲走之后又连续下了几天雨，慢慢又滑下来的。八八风灾时，南横共有23座桥梁被冲毁，沿线有多处的大崩塌，尤其垭口附近的146K 大崩塌，近500公尺的路基整个掉入万丈深渊之中。写下南横开通以来最惨烈的记录。那这一次莫拉克台风来袭哦，造成整个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山区哦非常严重的一个崩塌哦。从8月7号到8月10号这里面这4天当中呢，它总共下了1420毫米左右的一个雨量哦。那这样的雨量，事实上在8月8号当天就达到将近800公里的一个雨量。大关山隧道以东一直到向阳这个路段事实上它特别是在大关山隧道这个东洞口，本来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广场哦，那因为整个上边坡整个大量土石垮下来，造成整个广场整个被淹埋，那整个那个洞口周边的设施都被摧毁哦。另外在148K 加500，也就是向阳跟这个大关山隧道口中间有一个路段，将近有大概400公尺一个路基整个就是不见了。西段宝来以上交通完全中断，其中秦河至复兴间的秦河明隧道被深埋在土石中达30米深，让人见识了大自然反扑力道之强烈。另外，南横西段桃园区秦河和复兴间的道路被土石深埋在近30米的河底，秦河以上8公里的部落从此逢雨路段，居民苦不堪言。因为我们要逃出去的话，就连身边的衣物都没有带理，那直升机下来的话，就是一窝蜂就往机上跑，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就赶快说从这个心灰意冷的地方赶快说
赶快出去外面。因为我爸爸也是在外面住了将近快四个多月，十一月初左右才通，几乎那时候都没有路了。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用徒步的慢慢的走进来，啊，看我们的家眼，看有没有受损。一些宠物狗的话，像我们回来都尸体都已经腐烂，都剩一个白骨了。在前那个山其实都很漂亮，像那边的都很多都垮下来，那个是应该就是巴巴那时候垮的。都是巴巴的，嗯，以前没有，很少看了。从你出生应该没有碰到过吧？没有碰到过。只要一下雨，差不多一百毫米哦，整个都中断了。啊，不管是那个连路道路也中断了，就变成说人家采的米豆、高丽菜、水果类，整个都会烂掉。因为那时候秦河他的爸爸水灾，那个河床那个泥土啦、沙子啊，都是从那个村庄里面这样过去呢。以前那个复兴那个桥啊，我不太有印象它有多深了、啊。七八十公尺，到河谷有七八。对、啊。哇，所以它现在等于是埋了七八十公尺。对对对对，那桥都没有了，被冲掉了。宝来那边呢、啊，只要有桥的地方，一直到梅兰，所有水泥桥都没有。我们的路况的话，都是走产业道路。我们是分三个地方嘛，三个街平台嘛，我们是往那边走，然后走到砂石厂，然后易碎那边。对，要会车的话，哇，很难会车。那之前还有人就这样摔下去。对，他的比较高。他是那小货车是翻的时候，人也跟着出来，然后被那小货车压倒。但是目前很多人也是不敢从那边开啊，除非不得已的时候，那你就要出去了。我们隔壁邻家村庄的有一部小车要出去，哇，整个都叫他帮忙买东西，买米啊，买面啊，买瓦斯。误入峡谷，因节犁发达，常有落石，因此80年完成碧山隧道，91年立道桥完工。桥面距溪谷有22米深，溪水清澈见底，两边岩石互相掩映，但灾后却门户洞开。据公务段估计，砂石推高溪床达24米，立道桥终于被摧毁。下面的溪谷的水声听得到吗？听得到，好大，那个声音就像那个打雷一样，轰来往下。所以不到一个小时，全部都推掉了，没有那个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不到一个小时，全部都推掉了。主要它是这个石头下来以后，那个大石头这两边的整个下来，下了大石头碰到那个小的，小的整个一分一个压一个跟着顺，跟着这样走，而且到最后啊，那个下面你的泥土啊，软的小的被水冲走了，大的石头下面犄角掏空了，结果跟着一下。全部下去，我花100多万下去了哈，结果菜啊种起很漂亮很大，全部都在里面，整个开花打掉，运不出去嘛，所以我们整个大概四五万棵全部整个没有了。巴巴莫拉克风灾后，南垦公路受创最严重，抢通的难度也最高。公路总局原本估计要到99年的2月底才能全线通车，经过施工人员日夜赶工，加上没有恶劣天气的干扰，所以提前3个月，在98年12月初抢通。这期间，许多关心南垦的朋友纷纷上山，目睹巨变的南垦真的是无语问苍天。我无完全拢徛这条路啦，我拢过两林道啊。插过来，爬山插过来咧。较早就拢直接拼台东一工来回，台南啊过来，搁随转去咧。感怀这片本来就高翻，因为拢页岩的材质，页岩的材质伊水都会滑动，那落雨就唔当入来危险嘛。其实这个、这个土质哦，无适合起建筑，这个只啊真哦，你起建筑拢袂掉。你起小土较大块的房。早晚动几动啊！尔，
我觉得那个路况真的是差很多，然后一些山啊也和之前看起来都差蛮多的。南横在抢通后有短暂的通车，随即进行复建，而关闭位于眉山和向阳间的道路。东段并率先设置管制站，除了施工车辆及工程人员外，一律禁止通行。崖口、快谷、天池、中之关等四个南横重要的景点，一般人就无法再一亲芳泽。当然它保全的作用是第一个，就是说人员进出的一些控制，将来如果那个十月份以后我们开放车辆，对车辆的进出的状况我们也要有所了解，当然保全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整个譬如说大雨过后一些招巡啊，就是类似铁路局他们譬如说地震台风之后，他们有一些招巡的制度，就是说确保车辆的通行的时候它是安全的。因为路段过去为南横的热门登山口也随即关闭，尤其是关山岭山、塔关山、库哈诺青山三者所组成的南横三星，因为登山口都位于南横公路上，公路封闭以后也随即关闭。近年来声名大噪的嘉明湖，八八前山游大多从高雄端经由南横公路到向阳，但是八八后西部的山游也只能绕行屏东，从台东段进入，所花费的时间要多出四五个小时，也难怪时常有山游发出开放南横公路的呼声。许多人为了完成一辈子也要走遍台湾的梦想，纷纷奔驰于各大公路，而名列台湾三大横贯公路的南横更是许多人想要征服的目标。不过南横公路自八八水灾以来，台东向阳到高雄梅山间除了刚抢通时曾短暂通车外，其他时间都在复建与休养生息中，至今已超过八年。因为全线无法贯通，南横的经典美景又都位于45公里的管制区中，许多不耐久等的南横爱好者以各种方式尝试进入管制区。向阳管制区就曾经发生过单季老翁跪求过南横，让人又心疼又不舍的故事。有一个老人家要过那个向阳那个管制哨，那个老人家大概70几岁了啊，他跟保全讲说能不能放他进去，他这辈子可能只有这趟这个机会而已了。伊讲伊开卡车哦，全省拢说过啊，多少也未过安尼啦。讲啊，都未当过啊，等下通你啊过嘛。啊，伊就讲无我甲你过啦，无我过啦，拜托我多少无行过尔啦。咱遐迄落北横啥物，伊拢有骑过安尼啦。啊，拜托我过一下，我无拜托啦，我无我甲你过啦，你莫过啦，危险啦，真个啦，唔好过啦。一遍来，啊来，搁一遍，吓啊，搁来一遍，看我是只人唔敢起来，人伊要知影我袂当我面临，人搁说了安尼。以前在樱花沟很贵那个地方看那个樱花沟很贵的鲑鱼哈，偶尔才看到一只，这一边是看到一群一群这样，感觉很不一样。啊，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只有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是一次的、啊，一次撒网啊。你看，有最新哈。它的身体长哈，这样的话大概26公分哈，那如果包括全长、包括尾叉的话哈，32、33公分。它是繁殖期哈，所以说有婚姻色啊，有婚姻色，红色、白色，有时候会蓝色都会出现。胡大姐、胡老师他说他有带生姜了，抱歉。开始我做好了，补上面。繁殖期吧，高山鲑鱼它是在这种激流，它吃藻类，所以它很难养，它的溶氧也需要很高，它容易受伤死亡。
板也姓魏啊，可以回地主叫出来的。哇，这就是我抓到的啊。那个以前这个这条溪哦，乡公所、县政府都还没有保育的时候，鱼太多了，真的鱼太多了。为什么没有鱼？这一段一直延伸到那个海边哦，根本哪里有生态，没有了，都是平的嘛。那个那种高深固鱼，还有那个河狮，他们那个很喜欢在有那种生态的啦。也没有河草的那个草啦，什么是溪虫都没有啊。现在你看多久了，那个水都没有变清了。你们还有那个神话传说大洪水啊？有太雅族也有啊。对，都有啦。我们讲翻桌啊，是翻我是翻桌啊，翻了。我从小就知道鱼很多啊，甚至还有那个什么毛蟹。八八水灾之后，整个河道变了，全部都变巴拉屎嘛，连一条鱼都没有。那你们护溪还是照常护了？照常护溪，那也不让人家钓了是吗？不让人钓，因为也没有鱼了。八八水灾之前啊，这鱼啊在那，哇，大清楚嘞。盖大尾，盖大只，从上面看下来一清二楚哦。里面一个橱窗，能让鱼哈从底下回游上来哈，顺着那鱼梯，哦到上面去产卵。但是去年八八莫拉克台风了，水浑浊，几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鱼。那时候那个水里面含沙量太多，含氧量低，所以那个鱼都是往那个岸上跳，等于是自杀行为了。我没办法，我呼吸了，我就没办法，它就往上跳。你那个好像是高僧哎，还是那个，那从去年到现在第一次，等等，让洪主任见证一下，说至少说还有看到鱼、啊。是。啊，我这地方落难的时阵吼，都要那边还蛮多人去的呢。大部分的古蛙、河纹虾虎，我刚才有看到马口。那很多那个是幼苗、幼鱼，有没有？那个靠灰没有高深固鱼的。没有时间哈。这普通头抓躲起来了。我出。啊，台湾十斤等级挂威啊，高深固鱼看谁？我后续起跑。这一次是因为你的泥沙大量从上面下来，所以你整个下游、中下游其实是。整个被泥沙淤积了，第一个是对栖地的改变，这次影响是很大的。好，那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台风之后的洪水的影响，好，这个威力其实是已经是超过几十倍、几万倍以上了，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那这个栖地的重新的复原，不是短时间之内，它可以重新塑造出适合鱼类栖息的空间。八八之后。整个水流的浑浊哈，因为这种高深固鱼它必须要很清澈的水质，它才能够生存。这个水质的问题没有改善哈，那个不是人力能够去啊，好像能够改变的。1999年9月18日，凡纳比台风警报发布，台东县县长发布力道村预防性撤离。军方出动卡车协助力道村大撤村，这是力道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撤村。村民被安置在离力道27公里远的海端托儿所，虽然环境不差，但是正在高丽菜采收期的村民还是满满的不满与担忧。现在整个力道村就是剩下我们四个同仁跟一个工人，现在在那边死守家园。在那边看大家的这个
财产，你们的房子，包括你们的狗。村民原本打算台风警报解除后，从立道桥回到部落。那经过我们的村长、理事长跟代表的实际勘察之后呢，立道桥的引道就被冲垮了。大水退的时候，最快也是3天。但是哪知道立道刚变桥，引道再度被冲毁，修复的时间可能长达1礼拜。居民们只好走古道或搭牛笼回家。准备走古道返乡的村民在天龙饭店前集结，受限于吊桥的载重限制，返乡村民们分批通过。对立道的村民来说，走古道虽然是家常便饭，但是对背着小朋友的妈妈来讲，其实也不简单。另一批老人及小孩则搭乘牛笼的接驳方式回到部落，因为依规定牛笼不能载人，乡公所在村民签下切结书后才肯放行。这个中古的牛笼搭起来实在让人胆战心惊，因为下方就是数百公尺深的峡谷，如果一出状况，小命恐怕将不保。牛笼慢慢的往上升，搭乘的村民心也七上八下，因为一摔下去将会粉身碎骨。有媒体就形容立道居民是赌命回家。立道桥被冲毁后，公务端虽然新建了钢便桥，但是钢便桥引道有几次被暴涨的溪水冲毁。2011年8月，南马渡台风来袭，立道钢便桥引道又被冲毁，家住立道部落的高中生放学后只好走天龙古道回家。你曾经这样走过多少次？因为路不通，大概超过1000次，好几次吧，很多次，太多次了，对啊，所以数不清楚了。往这边走，你这样走上去大概有多久？30分钟吧。30分钟，那你上去呢？有家人在那边接吗？还是再继续走路？会打到那边，会先打电话给家人，然后再来救。哎，这一次你知道是什么原因要走步道吗？啊？是什么原因要走步道？因为一道桥那边像没有通啊，所以你那边的桥断掉，然后那个桥后面的你们讲话，为了永久解决立道一下雨就成孤岛的窘境，交通部新建了新的立道钢箱桥。过去我们对台风有相当程度的防备，但是却轻忽了梅雨的力量。而611水灾宣告了西南气流也能致灾的时代已经来临。2012年6月11号，南横东段因为西南气流降下超大豪雨，原本要通车的立道新桥4度宣布延后举行。面对误入峡谷如千军万马般的惊人水量，立道新桥不免让人担心是否撑得住猛烈溪水的冲击。早上我们找寻人员就发现原来的那个通行的钢便桥的 A1 A2 引道部分已经被流失掉，那我们就紧急把那个现在新建中的永久钢桥就开放了让民众通车。便桥下水越来越大，新桥旁山正慢慢的崩落，树岩石无一幸免。立道菜农眼看情形不对，赶紧抢收蔬菜火速的送下山去，包商赶紧调来消波块和水泥车补墙，
因为这不但关系着1亿3000万工程款能否顺利入袋，更背负了3年多来多少人的殷殷期盼。恶水来势汹汹，这是一场。而西段6月10日起的超大豪雨特报，短短2天内，高平溪流域就降下了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溪涧不断的串流，再度冲击莫拉克灾区脆弱的山体和居民的信心。山崩路段，钢便桥岌岌可危，居民落荒而逃。莫拉克市的恐慌再度重伤了居民的心，部落再度成为孤岛。8/80，因为拉库斯溪的泛滥，父亲有多栋的民房被冲走。8/80后，河床堆积的土石已经高过复兴桥。复兴下部落接邻老龙溪河床的土石也高过部落。在复兴居民强烈的要求下，复兴部落灾后第3年终于获得堤防护岸的工程，但是堤防并未通过完工验收，却因工程缺口让部落的悲剧再度的发生。101年的611清晨，溪水从打掉的工程缺口涌入下部落，冲走了9户的民宅。眼见大水冲进房屋，复兴居民只能大叹政府无能，一栋栋部落的房屋就如此被水所冲走。杜耀顺等受灾户针对611水灾提起国赔申请，希望透过法服的协助，凸显政府长期漠视复兴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法还给他们一个公道。因为我是受灾2次，一个是98年8月88风在我家被冲，啊，611是老家，所以3年。连续2次受灾，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冲，那我家当什么全部冲，我没有花钱。但是我请问一下政府，在这一方面本来可以做好一些防灾、一些维护部落安全的一些设施，没有做好，造成这一次的受又再度的受灾。那我请问一下，今天政府做了些什么？我们申请到总统府、行政院，一直到市政府。过了将近1年多，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答复。说情非得已，我们只好自力救济啊。我们就透过申请法服，希望透过这个国赔凸显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国赔而国赔，但是我们只希望说凸显这个问题。政府在88风灾后，有一些地方在尤其偏远地区可以做好的防灾那个设施都没有做。然后我们可以从外面一直到六龟堡来，你看到，看得出来说，有在做这些。那是从堡来进来以后就看不到。本来那个部落可以维护到，可以把一些防灾那一些护岸设施做好，但是花了这么多，宁可在河床那边挖两，把那个河的稍微挖一挖，也不是挖很深啊，顶多是三四米的深度，然后就往两边，而且又那么窄。一下雨又回复到原先的那个河床啊，而且越积越高，这个是可见就是在设计上政府没有，所谓的专家也没有说好好去检讨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宝来可以做得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不能？88风在那个慈济本来河配是要2栋，因为按照我那时候的人口应该是一个是32坪，一个是28坪，结果那时候因为我还有老家，说不用了，一栋就好了。但是谁想到是去年又碰到三年内又碰到那个第二次受灾，因为那时候是我的想法是还有老家嘛，因为我是从事务农，那我必须要回来。
那很多我们那边大概目前很多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对政府一些安置在那边，但是就业就就业我们面临上生活上的问题，就是说产业，我们产业在原乡，那我们必须要回来。那像我现在回来，我们那个地方住啊，有时候属那生病，一下也要马上送啊，要提早送，我们有那种应变的，已经习惯了嘛，已经将近四年多，一下有第一个就要第一个想到说老人，赶快送下山，嗯。然后就是一些小孩子比较有疾病的，赶快收下。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政府在这一方面呢、啊，一个要检讨。然后我一直希望说，政府赶快把道路去台二十线抢通，重新再来。611水灾过后，灾难并未结束，桃园区三个里的电力中断，1500位居民无电可用，甚至到了第39天。电力仍未能恢复，居民的生活好像倒退到40年代。居民忍无可忍之下，一起到台电抗议示威。南横公路88水灾后，土石堆高以西段月湾的30公尺最为严重，东段则以雾鹿峡谷推升最多，不但立道桥整个被推倒。土石还推升了24公尺。立道桥在重建的过程中真的是困难重重。原本专家学者会刊认为上游崩塌严重，砂石会继续的堆积，但是重建过程中却下期严重，施工设计因而一再的变更。之前还办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调查，希望能对大范围的了解之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现行，因为看刚好立道桥两边都不好嘛，对不对？这边也会崩，那边也会崩，那怎么样在这两个崩之间找到一条相对是安全的一个路线，然后又符合规范规定的一个路线？我们还另外请了那个林同源去帮我们做了，花了300-400万去先做一个大范围的调查，才定下这一条线。那这样调查的内容包括。一些土石的状况，结果后来的状况是跟那个评估报告是刚好反击到啊，我那只能说可能雨不够大，雨要够大的话可能还会有，如果再来一次比爆发大的，对啊，有可能还会再下来这样子。很多事后来看的状态，其实这种现象在两年多的时间能够急剧下烧17-18公尺，17-18公尺等于是5-6层楼、6-7层楼高这样的一个高度，对，不但他们所称的，还有很多的土霜会下来，还要也要预防它预高，那是当然在下刷的状态，所以想法上刚好是两极。为什么就这个桥的困难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每次一个大水来，它的河床一下刷之后，我们的基础的高度就做变更，因为你要配合它下去，否则的话你的基础。裸在外面，那将来当然对这个桥的安全是有影响。那还好是说那个位置刚好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所以整个通水的断面是没有问题。那最后我们才说啊，是不是下面再做一条缆桥，把整个河床的那个横床的那个基调就定在目前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全家单位再不成，还有听你吗？还有社会公平正义的，帮我们评评理，帮我们讲话。我们难道每一年都要受这样？我们部落这么危险，每次下雨我们都要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请马总统、江院长、陈市长正面看一下。2013年5月19号。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受滞留锋面的影响，当天高雄桃园区累积的雨量达到了210毫米，为全台之冠。只要雨势稍大，
便道就会被冲毁，因此便道不得不重做。而路廊选线的问题也是七段工程最棘手的问题。居民对于迟迟无法确定修复路廊路线颇有维持，而养工处则对于尚无正确的水文地质条件就给予动工有专业上的考量而无法照办。2013年的永久路廊说明会，养工处和居民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现在为什么要做一个抢救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很用水文地质调查把它找出它的真正的原因在哪。所以他刚刚在讲说地质调查是负责任的，如果不负责任呢，我不要调查我就把它做了，但是到最后呢，会不会是我们说呢？这段路明明就是莫拉克这个台风造成的，它应该是一个延续性的计划。那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莫拉克的这个工程哪一件有经过环评的？你分明就是要让我们桃园乡永远都不要发展。这条南横公路不是只有那三个里的道路，它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区桃园区的一个族群的一个命脉。七成一定要缩短，请各位一定要用人权的角度来去看在原乡的建设，不是不要用成本效益分析。我们需要一个安全而且平安回家的路，60亿真的不算什么，一只黄色小鸭在那边都可以创造10亿的张，但是我们这边我跟大家报告，花60亿绝对会赚到好几千亿的观光商机。在说明会中，阳光处处长表示，南横全线正加紧施工，为年底通小车做准备。但是很不幸的是，工程并不顺利，尤其南横 128.5K 中之关附近，隔年1月16号又发生长宽超过100米的大面积崩塌。再加上南横东段垭口天兔台风时崩落的150公尺，让人实在不敢对通车抱有太乐观的想法。2013年9月20号到22号，有暴力兔、魔兔之称的强烈台风天兔，虽然没有直接侵袭南横，但是向阳3天的雨量累积达到754毫米，造成垭口146K 大崩塌再度的崩落。垭口山庄的只是家人嘛，鬼料一带的是咱讲的一带大崩。从江明湖那边看得到，就是这一块。好汉波，就是那个一带，各一带，就看见台湾的这一块了。你现在从 Google Earth 的看得到，就是也可以看得到这一块。那看到大概是他们10月进场的怪手，全部一台一台排在那边。莫拉克之后有101年的天平，那晚之后一直维持到102年的天兔。要造成这个路基谷也跟溜了去，溜了去，阮这届就是规气，就是一边哦，这个坡度的都好高，这个有树木的，啊，这高低落差这超100米啦，100公尺，哎，100公尺垂直高啊，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坡度有关系的，我坡度若是得路越缓的话，我整个削的面积就会越大，这条线整个就会跑到这里的，但是相对的它更稳定，但是相对它的土方量会很大。但是就只能在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做修正，我怎么样去让它稳定，然后我不要花那么多土方量而已。这个天气也算不错的，对。可以做啊，不是不错，很危险做，没有下雨就好了。视线不好，但是就他们怪手的空间，他们大概五米以内看得到的话，一起来头风背了背了背了什么？那都恐怖。啊，无我当然无。在看啊，总袂使讲一定爱等啊出太阳啊，我拢做啊，所以我讲无起来看啊，拢认为讲足简单嘞，啊起来让大家感受一下，真正有伊的困难度。啊，大家工程师拢踮遮咧stand by，啊，拢不时爱收拾，不时去做一个修正啊嘞。我们在上次在消波的时候吼，消的有够彻底，即便它旁边那个消波过程当中所堆积下来碳中子被流失掉，我路宽只要有一个6米6公尺宽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就是整个通行没有问题。
然后真的都不见了，因为我削的够陡，你知道吗？我稍微咔过去切起来哈，我要制造一个五六公尺的宽度出来，那难度就高，很容易。不过我们能够背到边管，跑到林线，你知道，你看那时候是从林线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剥洋葱的方式剥下来，差不多几度？差在45度。话说会不会要搞到要做隧道？隧道我们也评估过了，那第一个它是那个可行性是没有，它根本没有办法。第一个隧道长度绝对要非常长的、啊。那第因为为什么会非常长？因为坡度隧道里面有重坡的规定，它不能超过3%。我们那个路吼可以11%，但是隧道是不能超过3%。第二个，你超过1公里的所谓就是定义的长隧道，里面有交控、行控、消防、排烟、照明的设的专责的行控中心，就跟那个什么阿尔卑斯山那种隧道一样，只要1公里以上，就这些设备一定要，那不得了啊！隧道的造价一公尺进行是40万，你要拉很长，那不得了啊！是，对，是，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就有作罢、啊。另外一个讲我说，那是不是用桥梁的方式把它跨过去？那桥梁光是又牵扯到说山区的道路，你知道那道路宽度大概是5到7米这么宽吗？是。那一般的资材在进驻，比如说我一些钢梁什么东西，我再需要都是20-30公尺，那根本不可能。然后整个大型的机具，你看看它机型多大，你大型机怎么进？你要全套管机装，你整个那个巴黎洞哎，那个吊杆车要进去，要不然你叫他怎么做？是。问题是他进不去啊。所以有一些困难性在，而且桥梁工程也好，隧道工程也好，它对那个品质的要求会比较高。那你在想哦，我们的水泥从平地，比如说关山，比如说池上，拉到垭口，那个重车啊，是要3个小时，那个3个小时那个水泥已经水化热了，冬天太冷的话，1个礼拜2个礼拜，不会凝固。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啊、当然这个东西就回归到实在是最笨的方法也是就是消散了、葫芦峡谷是南横八景之一，在立道隧道前俯瞰峡谷，曲折迂回的峡谷景观确实壮丽，但垂直险峻的峭壁常有落石发生。90年代公务段开凿明隧道工程因意外不断而宣告失败，之后就以刷坡和拦石网维持峡谷的交通与安全。104年六口温泉明隧道工程开始后，不幸的是却先后发生3次的大崩塌。你快说，哎，今晚有我在修。啊，就是一直在掉头啊，会惊。到这阵还搁在落吗？搁在落啊，就是砍两个啊，后当时啊惊到，这阵掉头落，我还要搁提啊。有阵就烦恼讲，顶悬规个拆落来啊，啊无抽修，伊拢做不了，我做出来，啊要抽修就啊要惊死啊。啊，就即摆若连顺是要即要砍一个啊，掉头好，啊咱就干那好啊好。画个心中哦，这个是心中无那里。对啊，已经第4天、第5天了，因为我们明天就断粮食了，然后就我们的家背上了。大家辛苦了，加油！真的是很可怜的，都要不问啊、哦，连走路都已经辛苦了半死了，还要背东西，你想想看。那没办法，那国小不能断粮啊。对啊，你要迁村。迁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知道吗？那么下跟桃园区被迁村，到现在后悔的人有多少呢？他们已经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下去了呢。乡下老人家没有地，他们也没有补助了，没有地的也不能工作了，就在家里啊。而且如果在自己的山上哦，还可以种种小菜啊，不然还可以自生自灭。啊，都市的话，只剩这里一个，没有不用一个礼拜就灭亡了。你什么都要用钱啊？对，你看山上没有流浪汉，都市到处都是流浪汉。有时候还故意串门子，还知道他要吃饭了，还故意串个门子也有饭吃啊。一桌也没有呢。一桌一桌也没有。
什么人？北部湾啊，什么等等来，江河不动。因为这里，因为这里，米酒，米酒。我先没收。米酒不要，不要被抹，会被喝。你们直接送上街，回来，回来。我先放着。对，对，对。3.5 这个大崩滩吼，它发生的时间是在4月22日的早上，大概11点钟左右吼。这个路段的一个裂隙吼，事实上早在1个月前，我们都在掌控之中了吼。它裂隙一直在扩大吼，那终于在4月22日早上的时候坍塌下来。其实我回来的那个时候，差不多9点10分那个时间，我已经有意识到，因为它有小石块、小石头在掉下来。他如果是再早一个小时的话，蛮多车子要在那边等待通过的那些车子都蛮有危险的。我蛮感谢三神啦、啊，他一直在庇佑着这块土地啊，这里的居民、这里的游客，很多事像这种落实，都一直都是在人最少的时候。你觉得这一段好走吗？哦，上去大概一个小时，很累，在爬坡，都在爬楼梯，超累了。要去江明湖了，你没有接受这个古道的洗礼、啊、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多久这个古道、你搬这样30至40分钟其实也很不错啦，今天是因为路段你们才可以走步道，不然平常是没办法，是封闭上面有一台王金生，来我们一次7个过哦，他不能太多人，我们就7个过，使这怪手心脏爱介有咱的哈，起码无心脏啊啦，无心脏啊，阿弟唔知安尼啊，阿弟唔知，你哪一直想我，你又唔敢去避啊？来，多你家里个人个，真正若来，他们会。有同学新郎官打给我，就说可能会改地方啊，我也是从新闻上面看到，我那个路真的是没办法通了。我部落的七老就是着急，所以哦。所有的那个青年或是壮年人来帮忙，所以搬下来的大概有哪一些东西啊？酒啊，饮料啊，还有一些要赠送给女方的山上的礼品啊，然后桌子啊、椅子啊，要煮的菜已经上面，然后也都一起搬下来，这样搬累归累啊，但是那个心啊很重要，就是我们那个我们一道村的特色。因为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小石头，然后怪着挖一挖就好，然后没想到我们在吃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遇到的人，他们就整个垮下来，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其实我觉得心情蛮挣扎的。今天你是第几次走这个古道？第二次。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就是昨天啊。哦，昨天上去是第一次。部落的人哦，整个帮忙把所有东西都搬下来，你有没有非常感动啊？很感动啊。对，非常感动，所以就是说不出的感谢。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有请部落的居民一起吃东西，就是为了表达感谢这样。
最大的一次大崩塌甚至损及明隧道的结构，明隧道因此归零而将作废，两亿元的工程款付诸流水，公务段不得不另找隧道因应。这个明隧道都艰巨，你看这个花了多少年呢？我们前任段长的设计发包开工，我在职的时候做了一年多不久，那个包商几乎没有办法。你要挖基础，基础还没有挖好，上面又垮下来，然后你要树立模板，模板还没有树好又被打掉，就这样循环的这样在那里勾几泥挖，啊，工期一直 over， 一直爆展延，啊，伤到多少工人？那个几乎每天上工都会被石头打到。所以后来我把它截掉，我就是把那个路基挖宽了以后，只要没有灾害，没有下雨，没有台风，它路况很好啊，我就维持这样，我就把它截掉了。后来李段长接了以后，上面就一直建议说一定要这个明隧道一定要做，不然那个路段啊没有办法维持。啊，事实上是这样，平时你一下雨它就路基就堆满了，就不能过了。你每次碰到台风雨季一定不通那个路段，所以就勉强还是撑下去。好在那个施工阶段那个包商啊监工还算运气好，他也有一直做先起作业的，上方的那个岩壁啊有一直喷浆一直补修，哦，让它不要随时就垮下来。啊，下面做正式的工程就这样慢慢的才完成。你看完成还没有验收又打掉一截，你说那个危险不危险？台二十线南部横贯公路88水灾时受灾严重，其中秦河至复兴间的秦河明隧道被深埋在土石中达30米深。随后虽然完成雀山变道的工程，但不幸的是101年的610水灾，雀山变道同样被洪流淹没而摧毁。之后部落便一直以西里变道作为连外道路，可是一遇大雨，溪里变道就会被老龙溪所吞没，居民及公务段对此深为困扰。老龙溪是南部地区通往台东的重要孔道，布农族语就是指凶猛不定的河水。西段的南横公路有部分的路段就是沿着老龙溪谷兴建，88后也受灾最严重。布唐布纳斯溪，汉语就是浊水溪，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溪。在88前，棱线上有小崩塌，溪谷虽然无大树遮蔽，但可见有绿色的植被覆盖。但是88风灾后，山崩地裂式的走山是撕裂桃园区地貌最大的伤痕。巨量的土石流不但吞噬主流老龙溪，阻断的流水更形成堰塞湖。溃堤后，洪峰迫使下游的居民仓皇撤村。只要桃园河川疏浚未尽全功，当汛期来临时，布唐布纳斯溪土石流的潜在危机将一再成为下游居民可怕的梦魇。我们以空拍机一探究竟，发现布唐布纳斯溪经过几次洪水的冲刷，目前已经成为陡峭的峡谷，而山顶崩塌的土石也已经下冲至老龙溪河床。台二十线秦河至复兴中级道路完工启动，我们大家热烈的掌声祝福。在中级道路提升计划中的最后一里路明坝克路桥完成后，逢雨路段的困境已经获得解决。
在甲仙公路段及承包厂商夹缝中求生存的努力下，不但顺利达标，而且在汛期前提早半年完工。29日上午10时，在明坝客路桥头举行完工暨祈福典礼，由部落居民以布农族传统技艺及歌舞祈福，象征着部落已摆脱河床便道的宿命，迎接原乡生命之路的再出发，同时也让热爱山林的民众再度接近美丽南横的机会也往前跨进了一大步。高雄市长陈菊、总统府之政张俊雄及多位立委也到会场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这个桥通了，哦，心情非常高兴啊，因为等了7、8年总算等到了，因为这个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不管是医疗啦，不管是我们农作物对我们老百姓帮助很大。这条路8年来就之前就是坏掉嘛，然后其实只要一下雨，我们学生就没有办法下来，所以家长必须要很辛苦的走山羊路把他们送下来住宿。那8年来，其实学生一开始他们必须要住在教室里面，非常的辛苦。那慢慢的，那么多年了，终于通了啦。那学生终于就不用再住学校。其实学校是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这个桥通了，我们现在所有三个里的里民的心情都非常非常高兴，洗肾患者啊都比较好了，尤其是怀孕的不需要住在外面的，而且我们做短期农作物的也是要每天经过这一条路，所以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今天这样的明坝客路桥。你重机这样跑起来呢？之前都走河川嘛，溪底，这样就比较好走啊，速度很快，很方便。3年以来，大概平均每一年，它会中断90天。那再加上我们前后又会有10天左右的一个预警性封闭，也就是说呢，在这条路来讲。在秦河复兴这一段呢，大概我们每一年呢，1/3的时间其实是中断。这条路当初部里面跟环保团体探讨之后，我们判断大概没有办法用省道的标准来把它修建完成，所以我们就是用所谓的中期道路的方式来辟建，把它垫高，让它抗灾能力比较好。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中期道路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从104年5月开工到现在，大概是2年，经过2次的汛期，当然当中还是有几次对工区造成伤害，但是都没有人员的这个受伤情形。那工程也能够不只是如期，还提前能够完成。那边是老龙溪，是水利署在负责，水利局啦，经济部的啦。啊，所以伊也无法度规个清疏掉啦。伊甲讲，伊佮乌掉，遐山顶佮会崩落来啦，所以伊就无爱乌啦。啊，这可能咱尊重也专业。那右边又有一个这个山，后面有一个玉碎溪，那个土石流也是一堆啦。这一段最难的桥就是三个溪汇流。好了，他们卡在那边，后面的就不能做了。那四社农委会、水保局、林务局。还有经济部水利署，甚至原民会，跟区公所这边等等，那古仲委员也非常全力支持，跟伊斯坦大议员都全力支持我来做这个协调。所以 ，anyway， 我就责任就是，公路总局很辛苦，是第一工程，可是他如果旁边的东西，就是施工上，他还去排除那旁边的障碍，会拖到这条路的完工期。这条路预计是106年，今年10月完工。我们开会，协调再协调，拜托各单位就以今年汛期来临之前，给你4月就把它完工啦，免让这些孩子们再有1年90天哦没有路回家的情形。另外，88前每年元旦就会在崖口大会师的重机组。2017年元旦前后，呼朋引伴沿着他们熟悉的林道农路直闯崖口，之后还将整个过程
高调泼上网。甲信公务段王庆雄段长对此提出了呼吁，希望大家稍安勿躁，以免发生危险及影响施工的进度。现在我们的管制点是在 108K 那边，我们有保全在那边做一个进出的管制。这个管制的话是对于我们工程车辆会做一个登记，因为我们整天的话要知道有多少车辆上去，有多少车辆出来。那当然就民众而言的话，他们一直很期待南横的一个开放，因为南横的美景哦，都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或是年轻时的记忆啦。所以常常有一些游客甚至民众，他们就会走农路的方式去做一个进出，接到我们的南横公路，主要是考量务农的民众，就是我们三个里，梅山里、复兴里、拉夫兰里，都有民众的一些务农地在上面做耕种，所以变成说没有去做一个阻隔，只是用牌面的宣导。因为他那个地方进去就是老百姓的农地，他要耕作，也不能他进去，他要生存嘛。切结束，也没有什么切结，就是说他当地人，他就说知道说你是当地人要去耕作，都认识了，就你是当地人的农作物，我们都看得出来。那在那边呢，至少我可以做区隔，人员的区隔。那我又不用让一般的老百姓的农民的生计，他要进出不让他进出，不像那个象牙那个森林游乐区那边上来就没有部落嘛，那还好管制。我这边管制，刚才你一开始讲的不好管制的原因就是。那这几个月，从105年的年底开始，发现到这几个月的一个宣导好像都无效，通常都是有机车主。或重机组，他就会从农路来接到我们的这个主线，就是要闯绕我们的南横公路里面。其实公务段也为了这个事情也非常的困扰，因为这是考虑到我们用路人的一个安全。上面的话，因为在修工程也在做，重机械在那边做一个进出，相信这个交通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啦。那再来的话，因为水文地质的不稳定，上边坡跟一些路基的缺口，这也都会对于我们机车主或是驾驶人都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威胁啦。那讲实在的，那为什么工程人员要上去？无非就是要修一条路，好一条安全的旅游的路，让未来我们来开放，让大家来走啦。那现在公路段的保全我们也做了一个微调，我们 108K 这个管制站我们还是一样在，那在 120K 的地方我们也多设了一个保全的管制站，所以如果有上来要用硬闯的游客，那我就请你们就在梅山口看看青年活动中心，在那边旅游一下就好，就不要再上去了，要不然在 120K 的地方你还是会被赶下来。106年六月，连日梅雨封面夹带西南气流带来的豪大雨，高雄南横山区累积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造成台20线南横公路92K 处路面被掏空，流失约500公尺。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92K 秦河段往桃园国中的方向，在前10分钟前，被洪水将那个道路啊被侵蚀，目前人车无法通行。整个灾况令人触目惊心，桃园区秦河11栋民宅也被暴涨的老龙溪水掏空而流走，所幸人员撤退得早，并无伤亡发生。出来了，那个东西不要，那重要的就好。这次秦河部落被冲击而流失的11户住屋，包括砖房和铁皮屋，其中包括少年溪驿站2层楼建筑等3栋，因为沿着河岸修建，终不敌猛烈的河水而被吞噬。所以说他那个房子一垮，他后面离不很远嘛，离那边不很远。没有，现在那个后面已经掏空了。掏空了哈、哦。掏空了。对啊。对啊。我们看看有去后面掏空了。哇，那掏空了，那很快呢，很快。对，很快。至于此次被冲垮的台20线92公里处，88风灾时也曾发生同样的灾情，灾后也留下老龙溪水供给坡室内下的光秃岩壁，复兴以上3里的对外交通及通讯中断，再度成为孤岛。哇，这个才是真正的土石流哦，这么大。
至于4月29日刚举行完工祈福典礼，抗洪能力800毫米的明坝刻度桥，这次在超过1500多毫米的暴雨袭击下，钢桥主体无明显的损伤，仅桥体 P5、P7 伸缩缝错位约5公分，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4月29号，大家很欢乐来迎接这个生命之桥、生命之路。那没想到在0602这一场，连续降了2天的一个梅雨，累积雨量将近1500毫米，一直到6月4号早上的时候，回报说路基整个冲断了500米，复兴以上到梅山这个地方的电力电讯全部中断，因为它的累积雨量已经大大的超过我们原本的设计标准，就是我们中期道路的一个抗洪能力800毫米。所以当下我们觉得说，经过了这一次0602的豪雨袭击之后，桥该不会是断了？那我一直想说，上个月才通车，下个月桥断了，我心里面想说，真的如果它断的话，我怎么面对这些族人，面对这些部落，甚至社会大众要怎么看这个公务段？我们也请了空拍的 UAV 的方式，也用人用徒步的翻过秦河的平台上去救平台，看能不能走到明巴克路桥，这个的桥况到底是怎么样。一直到6月5号中午，有人传了照片进来，我们的人到了现场，但是水当时还是很大，他不敢站在桥上，因为桥晃得很厉害，但至少看得到桥体是没倒的。我们整个人，我还有我们副段长跟我们林处长，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听到这个消息，全部的工程师全部的跳了起来，有的都感动得快哭出来了，因为他竟然在1500毫米的一个雨量之下，他还是屹立不摇的站在那一边啊。那当然桥有稍微一些受损，这些受损我觉得他只要不倒我们都好处理，如果他倒了，真的这个事情就棘手多了。天池位于南横公路134公里附近，是西段梅山至崖口间著名的高山湖泊地景。88风灾前，天池站也是南横东西客运班车交汇处，海拔约2280公尺，面积仅约1800平方公尺的天池，池水终年不干。由于湖的形状如心脏，故又称为心湖，也有高山之心的称呼。因地处高海拔，经常有云雾缭绕，宛如天上池畔一般。长青池是悼念南横开拓时殉职工程人员的祠堂，正面可见灵气长存匾额高高悬挂在上，令人心生敬意。在旅游旺季时，池塘常常被游客充当地铺。天池因为位于南横公路的终点，海拔高，景观美，是登山进行远眺的最佳场景之一。但住宿只有林务局早期新建的员工宿舍天池山庄。南横人潮比较多的会是在哪里？一个就是崖口，再来就是天池，因为它那边啊有一个长春池，所以那个长春池也有很多人会去膜拜，也有啊，还有我们那边这个天池有一个建工站，那个建工站很多就是我们上级长官也很容易会去那边游玩的，那边也很多樱花，因为那边就接近原始林。那过来到崖口这一段都是原始林，那个块木都是好几个人围不下来的，所以那一段的景致也特别好。88风灾以后，原本壮丽的山景却出现了崩塌地，且距离长青池不到200公尺远。602水灾时，苦撑8年的南横主线路基终于不敌下方的向源侵蚀，而崩落下方的溪谷中，造成另一个约200公尺宽的路基缺口。在0602的时候，它200米的路基是掉到河谷差不多500米的深度了，等于是没有路的。那这个没有路的话，我们只能挨着山侧去做一些降挖跟围石方的清理，找出一条便道。
那这一条便道的话，我们在九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处理出来了。前期的话，我们也不去大兴土木了，我们尽可能在上下边坡去做一些自由隔梁跟过往直升，甚至如果是属于岩盘面，我们做一些过往喷淋土，尽可能用边坡的方式来处理的，因为真的处理不好的话，可能甚至要重新选线也不一定了。但是重新选线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面对法规面跟程序面的话，可能这个时间走再走下来又要花很多时间了。那整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采一个原址的方式，尽可能去做一个加固跟一个保护了。标高近2500公尺的快谷，午后常有云雾缭绕，因此有迷雾森林之称。行政院曾有意将快谷特色景观规划设立国家公园，虽未能成案，最后划入玉山国家公园园区。走过南横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快谷巨大的红块木群，路旁红块巨大的身躯一定让旅人驻足仰望。为了保护巨木群，一小段公路甚至刻意稍稍让路。有学者调查快谷林木，发现其实台湾云杉和台湾铁杉比红块还多，但快谷却是以路旁编号171号的红块命名。可见这棵红块神木占有无可匹敌的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伫立于快谷的这些巨木群，历尽了天灾地变的考验，逃过了日本和国民政府砍伐的危机，守护这片曾有火山作用痕迹的土地。据学者调查，由于有快谷断层与大关山断层通过，出入的地层呈现不同岩性与破坏形式。其中闽杜利台风时，位于快谷旁的昌市桥主要的基桩就倾斜半倒，之后整个桥底就坠入万丈深渊之中。但是就在去年，从拍摄的影像对照中惊觉向原青石竟然就位于神木下方，从 Google 地图比对发现，崩塌区已经悄悄靠近神木群不到40米处。今年再度观测发现，其实神木与崩塌区只剩不到20米的距离，让人不禁为这期见证与守护南横土地数千年的神木更加的忧心。媒体每每以百年的洪灾来形容莫拉克对南横造成的伤害，但是他们不知道神木群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最严酷的考验。最后他们能不能继续的存活下来，我们希望大家集气为巨木群加油，希望他们不会成为极端气候下的另一个牺牲者。南部横贯公路四月底明坝客路桥通车后，高雄桃园区逢雨必断的窘境随之解除，复兴梅兰梅山张山将不会再成为深山的孤岛。但是许多人更关心南横梅山到向阳间这45公里管制区何时可以完成修复，何时可以全线通小车。尤其去年媒体的报道都以明年初有通车的可能，更加深了大家的期盼。但是天不从人愿，原本就有大小落石的梅山明隧道却发生异常严重的大崩塌。甲仙公路段王庆雄段长对此提出了说明。从我们进到梅山管制站，第一个碰到109K 就是梅山明隧道。那整个的梅山明隧道算是我们甲仙公路段后面在修工程的一个脖子啊，这个脖子等于是被掐住了。这个脖子被掐住，就是梅山明隧道在105年8月那一次的强降雨之下，整个梅山明隧道是垮掉的。这就是我们
梅山明隧道的位置，这是109K 的，这就是110的位置。那这一个的上限有两条沟一直上来到最高点，这是梅山明隧道的上限，所以整个这个都已经是串在一起。所以等于梅山明隧道现在我们采了一个方式，就是从领线的部分最上端开始，我们找既有的农路慢慢走上去，怪手上去，以降阶的方式降了九阶到我们的这个位置，把路争取出来之后，我们会把明隧道整个重新做回来。那后面这个110的这两个冲石沟的部分的话，后续刚才讲的，我们有要到一个1.5亿的经费，要来做这一个坡面的一个整治，因为这个路基都还在，哦，所以这个坡面要把它整治掉，要不然这个还是有它的潜在的一个危险性。大概下来的这个量有差不多将近350,000方，但河道还是要把它清出来，水不清不行，不行，哎，一定要清出来，后面水有堵住。上面也痛，底下也痛。72、75、76、77，这是78、81。第一次带南横健行队的时候所拍的照片呢、啊？72年，就是民国72年，哎，东林自强那时候快也是过年期间，哎。然后这边是暑期啦，这是我们通地的暑期，他们暑期拍的照片。那时候整个路都是，整个南横都是还没有柏油路。嗯，一道绿道，然后这是天池，哎，天池，这是垭口。所以那个算是也是下雪咯，是吗？啊、这是下雪的，这是垭口路。嗯，这个魔鬼项链、啊、还在吗？大姐那边，因为魔鬼项链真的很有名，他们的魔鬼项链。我第一次走南横的时候，就是在民国72年。那时候我们带的梯队的那个学员啊，一般都是两部车啊，80个学员，对，80个学员。那我们那时候走的话都是6天，从台南这边出发，坐到南横的那个复兴，哎，从复兴那边就跨，走到梅山山庄，到那边过一夜。第二天的行程是，又是坐专车。到陈武雄纪念碑，因为整段都是上坡嘛，到大关山隧道都是上坡，对学员来讲那是很累啊，真的很累，所以我们才会从陈武雄纪念碑那边开始放，然后开始走，中午在快谷休息。他那个时候的用餐是怎么？当天晚上就帮你把便当都搭好了，隔天领个便当就带着便当这样，然后在快谷用餐以后休息，然后再走到垭口。通常走这一段，因为是上坡啦，几乎走到垭口的时候，每个人真的都是，尤其是女孩子啊，那些女学员真的累的都，脚步都是长水蜜桃啊。我们讲水蜜桃就是长水泡。那一天生意最好的就是医馆，那时候要事先提早报名的，因为寒暑假、冬令或者是暑期。那些梯队都是很热门，尤其是中横一些自强战斗营啊，跟南横啊，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梯队。像我通常带的话，大部分都是接近过年这段期间，尤其是除夕开始，我都是带除夕那一梯次开始。那一梯次每一次报名的人也都是客满啊。但是力道山庄93年结束营业，垭口山庄也因为莫拉克风灾道路中断。只有走山一律，仅保留主体建筑、回廊等，供救灾避险之用。101年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些那个专家，包括水土保持啦，或者是生态方面的一些专业的教授去现刊。那现刊呢，那做成的结论就是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不宜再提供给。人去居住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救国团的租约在100年12月31号上一期的租约就到期了，到期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续约，没有续约，后来我们接着我们就请人家去现勘，勘察完了之后我们就决定不再租给救国团这样子，所以就要求救国团要把那个垭口山庄还给我们。去年有一个转折哦，去年我们当时就在讨论说，因为向阳那个地方其实是草生地也很多，然后呢还有我们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还有国家步道在那边，
那有一些山难啊，或者是登山客，其实还有一些火灾，你知道吗？一些救援上面，我们就想说，建筑物啊，要在那个地方再建，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要拆是很容易，你可能怪手去啪啪就拆掉了，你知道？但是你要新盖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垭口山庄它的那个它的设施的那种形状啊。它的外观，其实在很多人的是还是有一些，记忆上面感情的一个依赖的哦，所以我们觉得说，是不是要真的要把它整个拆掉哦，拆到一无所有？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跟救国团哦去会刊了，当时大概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把主结构的部分留下来。就是最早他们那个圆形啊，八角形的那个厅，还有四边的那个通道啊，还有住宿的地方留下来。那附带的厕所凉亭，还有后来增建的部分哦，就把它拆掉。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垭口山庄，至少把那个大家记忆里面的那个垭口山庄呢，还能够留下来。民国61年南横公路开通后。救国团因应南横健行队的需求，在110公里设梅山山庄，147公里设垭口山庄，163公里设力道山庄。这三个山庄过去都是南横公路热门的景点及住宿处。如今20年前改建的梅山青年活动中心，不敌88风灾，游客住房率一落千丈，苦撑8年后不堪连年亏损，不得不提早5年将土地归还区公所。至于地上物主体的移转，经过双方第三次协商确定，地上物价购为500万元。至于如何摊还，双方还需进一步讨论。就是因为救国团他7年来已经经营，就是每一年都亏损，所以才想要放手。对，因为那个地是我们跟区公所承租嘛，然后那个地上物是救国团的，只要是要等南横公路全线通车，大概客流量就会慢慢回流啊。如果说只到梅山的话，可能还是会拉不起来。对，因为南横其实是里面的风景比较漂亮。目前梅山活动中心仍然是在运作，在假期还是很多客人游客到我们梅山来游玩的，居住在我们的梅山活动中心。在去年，我们跟救国团讨论到梅山活动中心的这个移拨的问题，那我们去考量说，梅山活动中心占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因为这个目前梅山活动中心的建筑还是非常坚固，它可以容纳100-200个这个游客。救国团可能性就是希望把这个梅山活动中心能够移拨给我们桃园区公所来管理，我们非常的乐意接受，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住宿的地方。除了宝来除了宝来之外呢，进到南横唯一就是梅山的活动中心。未来我们倾向是说要用 BOT 的这个一个方式来经营。除了我们公所会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财源之外呢，作为我们地方财源之外，也会有给我们地方上的一个那个原住民的子弟呢工作机会。所以为什么我必须要承接这个梅山活动中心，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希望未来一样把这个活动中心的一些住宿的问题能够经营得更好。画面上的舞者是精灵幻舞舞团的团长克年华，他从20岁开始学习热情奔放的弗朗明哥舞。身为舞者的他，却在24岁时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不但得了忧郁症，舞蹈生命也差点被终结。1999年，他抱病远赴西班牙旅行，
重新找回了跳舞的勇气，也开始学会付出。98年莫拉克风灾发生后，他远赴台东灾区为灾民跳舞做艺术陪伴，也因为这个因缘开启了他前往受灾更严重的高雄桃园区长达8年的艺术陪伴与教学。88风灾过后，我带着我的团队来到桃园国中进行艺术陪伴、舞蹈治疗的一个营队的工作，这样。那当时是自费，然后后来也有接受很多人的帮助。其实我们在寒暑假都有营队，叫做“走入山窟，路碎沧桑，艺术陪伴桃花源故乡”的营队。那学生从国中一年级会跟着我们在营队当中，比如说有两个礼拜的相处，或是一个礼拜的相处。那学校非常支持我这个艺术营队，甚至让我在学校担任艺术与人文的老师，所以我开始有机会教他们现代舞之外，还有芭蕾舞，还有民族舞蹈，还有即兴创作。4月29日，秦河复兴中期道路举行完工暨祈福典礼，除了由部落长者以布农族传统歌舞祈福外，获得全国现代舞第一名的桃园国中也演出了融合布农族传统元素及现代舞技巧的舞作，获得与会来宾一致的赞誉。他们歌是世界闻名的，他们也自己认为他们是不会跳，因为他们的舞蹈他们都是很简单的，甚至就是所谓的不赌不舞，这个对你有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障碍？其实啊，我觉得大家对于布农族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深深的误解啦。他们是害羞的，并不代表他们不会跳舞。那我或许也给他们很多身体的训练，可是我觉得身体的爆发力是从内在出来的，他们有续航力。你知道我们布农族的小腿特别粗，所以常常爬山，所以我要他们练多久的舞都不会觉得累。如今，他深耕的桃园国中不但获得全国现代舞特优第一名，他的学生也有4个考上舞蹈班。这对谨守不赌不舞的布农族来说，无疑是一项创新，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相信一定能翻转这些布农族学生的未来。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跳舞，对，然后也因为有这种机会，可以就是有这么专业的老师来教，然后就比较会投入，然后就发现自己其实还可以，老师也建议我们去，所以我们就去考，然后不知道可以考上这样。因为我们自从88水灾之后，就一直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我们老师希望我们也可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就让我们以后出去学到更专业的舞蹈之后，再回来教自己的部落的小朋友这样子。我觉得不会只有一个布拉瑞扬，也不会只有一个蒂摩尔。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族，不管我在东部或是我们来到了高雄，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在歌声或者是在音乐，甚至在舞蹈，很多人都说阿美族很适合跳舞，可是我觉得我的布农族的孩子更适合跳舞，因为他们有山的那种内敛，然后有山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然后又经过风灾哦。那当然我一个人是很渺小啦，可是我是坚持的，可是我更希望有更多的舞蹈老师一起来走入这个行列，不管是舞蹈或是音乐，所以我也希望说我的好朋友们、艺术工作的伙伴们可以跟老师一起走入山窟，路碎沧桑，我们把桃花源真正变回桃花源的故乡。南横，台湾最美的高山公路，沿线有绵延的高山、峡谷、神木、丰富的物种及原住民部落，只要走过南横一次，终身难以忘怀。但是在98年莫拉克台风摧残下，南横山河变色，道路桥梁被冲断无数，
虽然经过交通单位近九年的努力复建，目前还是无法全线通车。盘点南横通车最大的变数，除了西段的梅山明隧道、维京西桥、天池、五雄桥外，东段的垭口大崩塌更具挑战性。去年六月的超大豪雨将进行中的工程摧毁了130米左右的道路，让这个令施工单位头痛的明星致灾点问题再度成为路能不能通的最大变数。尤其去年六月的超大豪雨也让 150K 流失100多米的路基，而这部分的工程要到七月底才能完成抢修，之后垭口大崩塌的工程才能够继续的进行。啊，因为这次的0602，它在我们向阳路段哦，三天的豪大雨有将近有超过800毫米的一个雨量啊，好，造成我们的垭口这路段哦，就是有一个路基缺口了哈，在垭口上面146.8这个路段哈，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水系的一个下来啦，它一个山凹哈，造成一个水系大量的流下来哈。啊，然后造成那个路段的路基完全被冲掉了。哦，在0602的时候，它已经冲掉差不多快接近100米的一个长度，路基完全不见了。好，来在经过0613的一个豪大雨之后，它又扩大到接近150米的一个长度了。哈，啊，因为那个路段哦，它的一个缺口的一个路段哦，跟莫拉克那一个路段完全一样。这个路段确实它以后再如果经过大豪雨哈，这个路基也会不保了哈。短期的部分我们会将那个瘫痪下来的部分哦，把它清除掉哈，然后再往山侧去降挖哈，稍微降挖，因为它上面的地质可能不是很好，我们把围岩的部分把它清掉哈。也是要配合150的那一个工程哈，那我们相关机具才可以进场哦。那预估处理到11月哈，这是短期的部分。那中期的部分哈，局里也勘灾核定给我们1.84亿，那我们就是等短期哈降挖到一定的程度哈，再由设计顾问公司哈确定它的路线是怎么走哈，上下边坡哈都会去做一个整治。那再来就是147的这个雪峰桥的部分，那雪峰桥它的石沟一直在发展，自从莫拉克以后哈，到去年哈，它那边也是重复的一个致灾的一个地点。那我们去年有做短期抢通的方式哈，那让车辆可以通过。那目前它还是一样在瘫下来哈。这一部分我们也勘灾完成哈，目前我们公务段审查完毕，送到我们工程处正在审查中。哦，细设结果没有问题的话哈，预估也是会在六月以前哈会公告上网。那我们中期的方案就是在雪峰桥的上线的部分，上边坡的部分哈，做一个梳子坝哈，因为这个雪峰桥的这个上边坡石沟一直在发展哈，我们有预估一个长期的方案，就是避开这个区段大概有320公尺的一座桥哈，大概名称还是会定暂估是雪峰桥啦哈。甲线公务段这个88风灾后全台工作量最繁重的基层公务段，盘点辖区待克服的工程，希望能在明年底前完成到天池所有的工区，让管制点从梅山往前推进到西段大家最为怀念的天池。我身后这个梅山明隧道，它的前期哈是一个100米的明隧道，104年8月8号的时候，它整个就坍塌下来了。我们公路总局三公处后续就发包了，我们身后看到这个145米的一个斜棚的梅山明隧道，
那在105年的12月，那开工施工的时候，遇到106年的0602的水灾。当初我们先把它暂停封闭起来。它的工期是到107年的9月17号，今年的3月22号就已经把它提前完工了。那这个145米的梅山明隧道，是我南横要通往天池这个路段的第一个瓶颈点，也是最大的一个工程。我们总共分了三个阶段要来整治。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身后已经完成这145米的一个梅山明隧道。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后面有正在施工的一个边坡的工程，因为这边坡总共坍塌了快12万的米平方的一个边坡。那我们是先要把一些比较稳定的边坡做一个保护，目的是为了我们这个明隧道的前后段的延伸，前端要再延伸一个30米，后端我们还要再延伸一个45米。那在我们后面筑林过去还有一个100米的明隧道，我们希望今年先把上边坡做一个稳固的保护之后，在今年汛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接续明隧道延伸的一个工程。我们自己在期许这个明隧道延伸的工程，如果在年底可以把它顺利的开工，然后我们加紧的赶工，看能不能在明年108年的5月的时候，可以把梅山明隧道延伸工程的主体把它做一个加固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探求从我们梅山口一路通到天池这一个目标。这个地方是113K 的维京西桥，它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它整个桥梁流失了。它原来是一个25米长的一个玉立箱型梁桥，在前两年原本有发包一标维京西桥的一个改建工程，还有包含一个钢构明隧道的一个工程。只是这个路段，因为它前面的梅山明隧道，它每天它掉石头太严重了，所以前期的厂商它做不下去，它就终止契约了。那在今年的3月1号，那我们本处就再重新发包了这个维京西桥的一个重建的一个后续的工程。上个月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后面这一个48米的钢构桥也把它吊上去了。那在汛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一个钢构桥来通行这个维京西这个路段。那这个路段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在我身旁边这一个72米的一个钢构的一个明隧道。那我们是希望在汛期以前把明隧道上方的整治工作做好之后，在汛期过后，我就可以来做72米的明隧道，这样在施工人员的安全就可以考量到。这一个点就是天池监工站过去134.1K 这一个点，它过去是一个笔直的一个200米的一个道路，它算是一个还算一个稳定的路况，只是它的一个路基下方大概200米处，它有一个崩塌地。那在去年0602，它整个向源侵蚀往上一路刮上来，在去年我们整条道路都冲毁了。那我们目前我们道路做一个降坡的方式，然后上面做一个排水，把它截流到两边，这样避免如果有大雨继续冲刷我们下边坡，会造成后续的这个二次灾害。我们目前这个路段我们有规划要做一些挡土墙工程，然后做一些基桩工程，来把这个路基把它稳固起来。而这个路段它是通往崖口这个路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瓶颈点。那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瓶颈点，就是我们五雄桥这个路段。那我们预计看能不能在109年以前把这个路段把它修好，那未来才有可能来探讨说110年来全线的南横通车。我身后这个路段是台二十线135K。那我身后的湘涵那个位置，以前在莫拉克风灾以前，它有一个五雄桥。那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它整个五雄桥就被推翻掉了。那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尝试了以一个石龙挡土墙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通行便道，那也维持了好几年。那但是在去年0602的豪雨，这边是一个比较峡谷地形，而且它纵深很深，它整个河道都把整个石龙挡土墙推掉了。那在未来，我们预计在下游比较河宽比较宽的地方，然后深度比较够的地方，我们预计要来做一个70-80米的一个中期的一个钢桥。目前它的设计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了，那我们预计看能不能赶在今年的9月
看能不能来发包来施工。那这目前这一个点就是我们天池要通往崖口的第二个瓶颈点，也是未来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目前这一个五雄桥这个路段。那我们预计它的工期是到109年，但因为这边的天候比较不稳定，那我们希望可以在110年以前来把这个路段来做一个完成，来接续看未来如果南横全线110年的一个通车的一个目标。台东县政府举办票选台东必去十大景点日前揭晓，池上乡的博浪大道勇夺第一名，而位于偏远的南横公路摩天的泡汤秘境立松温泉也入榜。摩天是南横八景之一，以摩天茶和高冷蔬菜及路旁的樱花著称。从摩天远眺中央山脉，群峰一字排开，气势非凡。20多年前，摩天路旁有许多卖高丽菜的公寮，络绎不绝的南横游客总会挑个硕大的高丽菜带回家。但是在98年88水灾摧残之下，公寮已坠入万丈深渊之中。路旁公寮遗留下来的残破景象，让人实在不生唏嘘。游客一到摩天，除了看见种满山头的茶叶及高丽菜之外，也会看到东边山侧从棱线倾泻而下的大崩壁，景象实在触目惊心。近几年，有台湾最美的野溪温泉之称的立松温泉奇夯无比，和江明湖是南横东段88以后的两个热点。有的年轻人更直接以立松温泉为新南横八景，而不再提摩天。但是游客一定都不知道，这个摩天大崩壁土石崩落的终点就在立松温泉下切河谷处，而这里就堆积了大量崩落的岩石。另外，当我造访立松温泉时，亲眼看见温泉往内走的峡谷落石落水而发出巨大的声响，立松温泉到底会不会受到崩塌和落石的影响？造访立松温泉的人除了训练脚力体能外，更应该随时提高警觉，注意这些潜藏的环境危机。随着大崩壁不断往下滑，摩天土地公庙旁往立松温泉的南横公路也面临了改线的危机。摩天168的部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复致灾的一个部分，那边的地质不是相当的好，那个没有完全打设到坚硬的岩盘，那导致它重复的致灾。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把排水做好，我们就尽力就是挖到比较有岩盘的地方，那我们打我们从下面做加进挡土墙上来，我们也有打设那个钻掘的基桩，大概12米长，那就希望这次可以顺利的度过这次的汛期。我们道路它的上边坡有做一个挡土墙，那我们就是在挡土墙的上面挖开了一条便道。所以那个是便道，我还以为是便道，不是后来的路就跑那里吗？也有可能啊，就是说我们会评估那因为我们也有在前后有做那个监测的仪器，看看在今年的汛期过后它有没有严重的倾斜。如果是没有的话，到底是要这边是做永久的，还是视它为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啊？那改上面的变道当路，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再考量。报告。山地工程施工难度高，变数多，尤其是极端气候的强降雨，稍一不慎，积聚报销不说，命都可能不保。画面中就是桃园区居民在工地所记录下来的惊悚画面。
至于公务段的人员，虽然不像第一线施工人员般危险，但是突如其来的落石也可能要了他们的命。可以吗？尽量哦。哦，小心哦，小心，小心，小心。南横公路的重建工程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与意见，就是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酸民戏称这类重建工程是万年工程，一动工就没完没了。这说法是否公允，自有公断。但八八后走访南横多次，与工人之间的随缘对谈，却让人为他们的工作环境与安全担忧。他们是南横公路上的无名英雄，公部门的人员万一出了意外往生，还可入室常青瓷。但是这些无名英雄如果出了意外，只有媒体一小段的公安通报和有限的保险给付，而他们就真正成为南横永远的无名英雄了。做这个工程，第一条绳子要怎么挂？第一条啊，我们是先绑在那个，绑在那个树啊，我们找那个比较结实的、很结实的树，然后先绑绳子，然后再定下来。没有树可以绑的话，我们就自己定钢筋啊，差不多在30公尺之后再移那个绳子下去，这样顺序这样下来。就是安全带，安全带滑扣。我们抓的那个滑扣跟绳子，跟绳子是最重要的啊。那个每天都要注意。现在从下面他们工作上去到上面，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从这边上去的话，差不多要花3到40分钟。之前在上面，差不多要走1个小时，还可以到达最顶端了。啊，所以你们中午吃饭这便当吊上去还是？对对对，我们的便当都是用吊的。这样薪水一天多少钱？从景气不好一直到现在，好像剩下1700到2000块。一天才1700？对对。我还有时候最少3000块都还嫌太少了。1000还有，在那个我们景气还很好的时候，就是景气不好，我们的薪水跟着降下来。这个都是卖命的钱。平均温度都在2度3度这边，晚上都在0度，这两天已经到零下3度了。工作的环境是极端，就在冰库里面工作，手指都冻僵了，所以工作非常艰巨。我听说以前他们进隧道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要出来一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就像在冷冻库里面工作的样，久了时间，手指整个人体会受不了那种极限。因为还要工作工具什么，那风又很大，因为隧道那个通风哈，就好像是风洞一样，所以有时候還出来外面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大家就跑进去，啊，里面又不能生火，那不能取暖的。最好的是过去远一点。不然到时候你们工作又要打断你们，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没办法，这个还有一条。对呀，对呀，最少要。一条的话，我们还可以赶快抓网子。你看底下都掉几个了啊？对呀，哇，所以掉下来那年轻的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都认识。我们是也是我们村庄。村庄。178那个呢？对呀。掉下来，告诉他们，我们都住山林的，22岁。对呀，还那么年轻呢。为了这个东西，说在罗列院去花莲做那个大理石模饼模板那个大理石，那一天还有800块，也是不错啊。对，一个月24000，又6万多，够生活了啦。那么来这边那么远，又不方便，又工作又危险。我刚过来说很简单，很简单，怎么一上去掉下来玩呢？还好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要祷告，每一天起床第一件事情要祷告，吃饭要祷告，睡觉前要祷告。
你们不是游客吗？不是啊，我们在上面工作的，现在材料已经没有了，我们要下山了啊。然后像我们的沙子已经分完了啊，像油啊都已经没有了、啊，就在上面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对啊，往那边也不是啊。我们拖拉机啊，没有，四个人在这边，应该是。啊，你唔爱在什么卫星手机还是无？还有林务局的刚好那个处长带他们到那个洞口那边在玩，啊，我们一个工人过去那边远传的，好像会通，一下会飘来飘去，一下会通，一下会通。走过去那边，看到我们带下天池，长的是林务局用那个卫星电话去给我们联络下面的人上来载我们。你无落去嘛？是讲干那边落去，无去来坐啊？那暗尾无落，我看差不多啊。咱装备炸无够，受苦死。现在算一算，我山上的工作有七八件了，每件在做，我嘛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什么叫提心吊胆？厂商的安全，工程师的安全，厂商如果发生什么状公安事件的话，机关也逃不了责任了。啊，厂商在上面那么高的地方，光我们自己站着在看，我们的脚都觉得发麻了，更何况厂商这样爬上爬下的。啊，你不做这些边坡的整治，我讲的就像清窗清龙，你不把它清掉的话，你也没办法去处理它。南横公路在八八后的修复方式与进度，不但在地居民关心，南横山林的爱好者也成立社团持续的关注。台大陈文山教授接受访问时，则从地质的角度提供了他对南横复建方式的看法。南横它经过整个中央山脉哈，最上面那个区域现在崩塌掉呢，当然是已经是到林线部分了，地形上是非常陡的。那地质材料上来讲是板岩，板岩讲是一个一片一片的。那基本上来讲，出入地表的话，经过风化了哈，下雨这种风化解压的话，基本上它是蛮破碎的。所以板岩区的这种区域来讲，经常会很多的崩塌，小崩塌了，岩穴的这种崩塌了，啊这种。但是问题是它地形很陡，所以一般来讲这种区域来讲，那个地质条件是不是很稳定的？更何况我们在那边挖。道路上经过它的时候，因为又有开花边坡，就种种这种因素，还有你以前的是在这种路边，它就开始有种植东西，山坡地就会开发嘛，所以水土保持一定是不好了。这种区域来讲，算是不是很稳定。所以你看南横，你开了好几十年啊，我记得它那个铺水泥啊，经过好几十年，因为你要等它路基稳定嘛，它路基是一直没办法稳定的，它有点不太像中横。中横的区域里面，它在东段哈，它离开它板岩也是一样，但是它有一些片岩或者有一些石灰岩，它路基是蛮稳定的。所以这边来讲，我是觉得说它的开发的形式上来讲哈，不要太大规模开发，好，那因为这条路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很好，好，所以我想你如果界定在一个观光的旅游的这种来讲哈，就是你的开路还是打通。但是你不要做太大的工程，因为你去做工程啊，人为的工程来讲啊，你大概从路上啊上去大概30公尺，你是可以 touch 到的。去做什么？那么那个水泥，其实那都很难看的，那景观都破坏掉了。但是问题是，它崩塌并不是只有在三十公尺以下，它从100多公尺、200多公尺、50公尺以上，那个都是崩塌的一个，那个是你人没办法去修的，所以它。最后你还是要崩塌，以地质的观点来讲是不需要做太大的工程的，以路面稳定、路基稳定、路的边坡附近来讲做一些挡土墙那就 OK， 那这样好了。像台湾的最糟糕的工程来讲就是整个喷江整个景观你就完蛋了。喷江有用吗？没有用。喷江的部分来讲过了10年它又毁坏，水泥毁坏里面的钢丝什么又坏掉了，又掉了，对不对？那我刚才讲，最重要的是你30公尺以上的50公尺，那地方还在崩啊，所以对你路的改善是没有改善的。所以我倒是建议那种区域来讲，就是做一个平常的一个整修。那每次台风崩了，就是修，就那种修的钱，倒比你开始花了几千万、几亿，那还省钱。南横是许多人心中的梦幻国度。不管是原子林或是浪漫的云海，
还是林间悠悠的地质、水路、台湾黑熊、天上飞的大关鹫和数不清的飞鱼家族，南垦简直就是人间版的伊甸园。尤其八八风灾后，向阳到梅山间封闭，除了少数的施工车辆及工程人员外，这片原就属于他们传统领域的南垦山林，再度让他们得以自在的悠游。传闻中，有一段时间，台湾黑熊和水鹿就住在大关山隧道中，虽然没有影像可知证明，但是隧道西洞口路旁岩石上数不清的水鹿排遗，可见这传闻不是无始放地。有人说，像南垦这样的仙境，凡人不该来。我虽非神仙，但是也酷爱这里。如果南垦崖口山庄到天池最后还是无法通小车，我倒希望在不影响环境前提下，能开放徒步及骑单车的方式造访。终究人也是生态链中的一份子，少了吵杂的引擎声和污秽的排气，相信动物们应该也会欢迎吧。预计以五年的时间骑单车走完台湾319乡镇的鲁瑞麟和郭嘉莹，这对吃素的生命旅人，从关山重装上到向阳森林游乐区，挑战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的路线。他们的经验分享，值得主打生态旅游的南垦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参考。其实我有曾经骑着脚踏车，就是挑战过四横，所以其实南垦我先前有跨越过，我就觉得跨越其实没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毕竟横贯公路它其实爬坡的系数它有一定的计算，它不像产业道路有非常陡峭的路段，所以我觉得是在经验上来讲是 OK 的，因为我们不是要连续的体力挑战，然后时间的跨越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分段一边走一边做一些记录，所以其实我们是分段性的，一天可能有时候十几公里，然后这样一段一段的上去。以你一个女孩子，会不会体力不堪负荷，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从荤转素之后，我觉得身体的负担是变轻蛮多的，然后。其实这一路南横，我一开始也是蛮担心的。那因为其实都很感谢我先生他，其实他配合我的速度，所以我们用分段式这样慢慢上去。所以这一次南横，我骑到后来其实还越骑越欲罢不能，越开心。对，回程的时候，下坡的时候我还说，就是今天怎么办？今天都下坡都没有运动，然后后来我们就跑去立松。像我们有一晚就是在丽园那边的路旁有一块平台那边过夜，然后在那里过夜，我有感受到一种宁静感，感觉那边像是一个大自然大家共生的家。然后我们在那边过夜，其实是过得非常开心。然后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怀念那一晚的那种氛围，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就是好像被大地的母亲一种保护住的感觉，然后在那边过夜，就是其实过得很舒服，感受到自然对人类的还有万物的生物的一种保护，一种爱护。那可是确实有感受到，其实在大自然里面有一种，我觉得可能是人为的一些开发或破坏，就是有一些愤怒的感觉。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人类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土地，不要做太多的破坏跟开发。我们吃素其实对任何生命都很尊重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到大自然里面，当我们远离文明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交给自然。其实当有这样心态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保护森林，森林会保护我。对，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互惠。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看到还蛮多种，像我们看到那个地质嘛，就很奇怪，我们都可以遇到那些鸟类或动物，就是很近距离的，我们拍摄他们不会惊吓。对，可能是他相信我们不会伤害他。整个南横公路在莫拉克之后啊，108K 就是我们梅山口，一直到153K 的向阳，这45公里是属于一个不给民众走，是一个管制的路段，但
公路总局跟公路段在这边，还有第三区养护工程处，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要修复南横公路的这个念头啦。所以里面的灾修工程还是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做啦。哦，那整个投入的经费这样出估起来，一二十亿都是跑不了的啦。每每都问到我说南横什么时候通吼，能不能通？讲实在的，真的是取决在上天呢、啊。上天要不要让我们通，这个是最重要；大环境要不要让我们通，才是最重要的。工程师只是在修，尽可能去做修复了。面对这样不稳定的地质，跟面对这样不稳、这么极端的一个气候，跟有时候短时强降雨，会是怎么样？我讲在我也拿捏不准，但我只能就我目前这个手头上的工作，还有盘点出来的一些灾害点怎么来处理的。我一直讲，我今天把这个点完成了，下一次新的灾点又出现了，你总不能说开放一条不安全的路廊让民众去做通行啊。这里经过921地震，然后莫拉克之后，地质真的是已经变化非常多，并不是我们人为说我们一定要怎样就可以去改变它了。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比较谦卑。那如果我们能做，当然是要继续做了。像在情感方面啊，南横通车向来是我个人跟我段长，哦，非常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了。不管是为了当地百姓，或者是找回过去用路人的一个感情，在南横通车方面，我们都一直希望可以一直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往前推啦。但是在关于防灾，还有一些设备的考量、工程上的考量啊，在南横通车真的是非常困难。用路人会怪我说，我们每年都会开巴拉皮尔公哦，南横明年又要通车，后年都要通车。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要开这个那个不可预期的支票，有时候也是对我们自己一个期许的。如果你开一个五年后要通车，十年后、二十年后要通车，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那种动力。我们可能会比较务实，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慢慢走。但是到底会不会这么勇敢的往前走，我是不知道。那我们有时候设定，我们会把自己压紧一点，也是希望我们自己可以在工作上有一些进展，让一些用路人可以真的再回到过去一样走南横这条道路。我跟段长在南横通车的情感上是非常坚决要往前走，但是在工程跟防灾上，我们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内心一个冲击啊，因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通用路人的安全，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开放一条道路弄一弄哦，不会因为讲我们省道不是一个产业道路了，我们道路的等级不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确保用路人那个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玩，南横赞，大家都来这个跑这场比赛啊！吼，助人自助。帮助自己身体健康，助人，因为南横断掉了，这边的居民希望大家来这边跑步，多多消费。首届南横超级马拉松赛在2011年创办，第一年只有区区数百人参加，但随着南横美景及竞赛者的口耳相传，每年参与的人数屡创新高。南横超马已是国内峡谷超马的经典标的，历经8年的耕耘，已成各地好手挑战自我的热门赛事。除了名列国内超马大四喜之外，连世界级的超马冠军选手也多次的跨海与会。创办人傅奇义大哥功不可没，他居住在南横东段，平时热衷极限运动，每年单攻嘉明湖为家常便饭。但是88风灾以来，南横风华不再，他见此惨况，兴起了创办南横超马的想法。这条路上如果用马拉松的方式，用自行车的方式，是最健康最环保的方式。这条路上面我们办了很多赛事，那就是未来还有很多无限的空间，我们想在这条路上面办更多的赛事，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南横的风光，南横的美。南横超级马拉松已是南横东段每年的最大盛事，地方人士
莫不期待欢迎。我们南横从这个新五里溪啊、哦、上这个雾路的峡谷哈、哦，是等同于在我们中横的这个太鲁阁峡谷，但是在太鲁阁峡谷那边，它只有举办过太鲁阁的这个一个马拉松，在我们南横哦，是把它变成一个100公里的那个赛事，因此哈、哦，这一条赛道哈、哦，已经是变成非常具有标的的峡谷的超级马拉松，是我们全国第一个超级马拉松赛事的一个标的。沿路上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哈、啊，漫步在云端的感觉，而且啊，它是一个缓坡，一直到2030公尺的向阳。向阳那个地方啊，是我们南横的一个非常高的标的。现在目前南横公路在那个地方啊是通车的，在100公里以上的选手都能够哈、啊、享受到这一条赛道上最美丽的地段。受到南横超级马拉松赛成功的激励，西段也在3年前开始举办马拉松赛。同样也吸引许多马迷的参加。如果南横能够全线通小车，就有马拉松好手说出了跑南横全程超马的期望。可能是我台北待久了，就是说整个非常开阔。在跑吗？开阔，你看的心情就好。而且南横这个挑战度哈也算高，你都能攻上去哈，算不简单了。真正好的在后面，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你们什么时候办从边跑到甲仙比较好？我们自助式的这样，只要机动补给就可以了，这样跑个2天应该没问题。所以如果办这边到甲仙的，你看参加的人会多吗？爱跑的就是会跑，因为那个算是难得碰到过一次。是的，是的，对。南横的重建也像跑马拉松一样需要耐力与决心，但是重建的变数却更复杂。除了必须克服恶劣的气候及地质环境外，工程手段和环境保护如何取得平衡，国家资源能否充分的挹注支撑，再都会影响复建的进程。莫拉克风灾9周年后的今天，未来的路要怎么走？除了需要决心与毅力外，更需要的是智慧才能圆满成就。南横，这个台湾最美的高山公路，如果不是莫拉克，我们还以为它会一直美丽动人；如果不是611，我们会以为我们将永远活在天堂里。如今好水变恶水，现在好山已崩坏，我们才惊觉，在全球暖化及蝴蝶效应下，破坏最少的地方也难逃世界的共业。面对崩塌的大山，我们才知道参天古木也抓不住厚实的大地。面对凶猛的恶水，我们才发现人定胜天是多么的可笑无知。对大地好一点吧，那是我们仅有可传世的资产。对生命多一点尊重吧，让他们就像创世时一样的自由自在。少一点杀戮吧，不要把万物都装进我们贪婪的肚子里。生活简单一点吧，不要把满满的欲望装满圣洁的心灵。让水走他想走的路，让山长它想长的树，让鱼悠游在大海山川，让大地以它的方式滋养万物。爱多一点，血少一点，多种一棵树，少吃一些肉，你健康，大地母亲也健康。